好，下面我们要说一个新的题目，叫做命题连接词的充足集。首先我们说，前面我们也已经看到了，就是每一个真值函数它都可以用一个符号，也就是用一个命题连接词来表示。比方说我们看啊，这个真真真假假真假假，在这种情况之下，如果你是真假假假，那就是合取，你是真真真假，那就是吸取，你是假真真假，那就是不相容吸取，如果你是真假真真，那就是蕴含，你是真真假真，那就是反蕴含，真假假真就是等值。我们说还有没有其他的变化，那显然是有的。比如说我可以有一个真值函数是真真真真，所有情况下我都真，可不可以？当然可以。那么这个我们也要用一个符号来表示它。所以我们到这里，我们一直说这是常用的命题连接词。什么叫常用的啊？我们说那有没有不常用的？有，比如说有一个命题连接词啊，但是自然语言里边没有啊，但是意思上我们可以理解的，就是说不管怎么样，不管 P 和 Q 情况怎么样，它这个函数呢，它永远是真，这是可以的，真真真真。当然也可以是假假假假啊，那么也可以是比如说这个里边没有出现的，比如说你这个假假真真，我们这里边没有吧啊，你可以有一个是假假真真，这里边没有啊，真真假假也没有，哦，那又是一个假假真真，又是一个真真假假，又是一个。所以呢，不同的命题连接词，那我们可以用不同的符号，我们再创造其他的符号。但是为什么不用呢？因为那些是不常用的命题连接词，甚至于在自然语言里面都找不出跟它对应的东西，所以呢我们就不说了。但是呢理论上呢是存在的。那么我们现在要问啊，这个理论上存在着多少个不同的真值函数啊，否定、吸取、合取，这个都是，这是常用的真值函数。我们现在要打破砂锅问到底，那你真值函数到底有多少个？你是有限的还是无限的？如果有限的有多少个？如果是无限的，那么有没有一个规律？那我们说这个呢问题要给它分开来说。因为这个真值函数啊，我们知道这个否定这个真值函数跟吸取合取是很不一样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它否定它处理一个对象啊，就好像我们前面说到这个函数，你加减乘除都是处理两个对象的，你说加，你得把两个数拿来让我加，乘，你得拿两个数拿来让我乘，但是我说平方，你给我一个数就行了，你给我一个八，我告诉你64，加倍也是，你给我一个数我就可以给你加倍了，翻一翻啊。所以呢处理一个对象的那个函数叫做一元函数，那么处理两个的那叫做二元函数，那当然也有三元四元，比如说你拿三个数来我算它的总和，或者你拿三个数来我取它的最大，或者你拿三个数来我取它的最小啊，或者你拿三个数来我取它的平均值，这个都是一种处理，都是一种函数。那处理三个的叫三元函数，处理四个的叫四元函数。那我们分着来看，处理一个对象的这个函数有多少个。那么这个在代数里边，在算术里边是无穷无尽的，比如说你平方是一个，那立方也是一个，你加倍是一个，加两倍也可以啊，你加一也可以，加一也是个函数啊，你给我一个5我给你6，你给我个80我给你81，你给我10000我给你10001啊，再到后面那一个，这个花样是层出不穷的。但是我们现在呢讨论的是真值函数，真值函数呢就比较容易，因为真值函数啊，它的定义域和值域都是只有两个东西，真和假。那么我们说过，一个真值函数呢，一个函数它就是相当于一个装置，处理东西的一个装置。那么一个真值函数呢也是这样，比如说我现在很简单，我是处理一个这个对象的一元真值函数。我们看一元真值函数，当然我们碰到的只有一个否定，但是理论上有多少个我们不难得到。比如说我现在是，这是一个装置，这个装置是一个处理一元函数的，处理一元真值函数的一个装置。怎么样呢？就是说我有一个输入端，有一个输出端，输出端比如说有个灯亮或者不亮，那我输入端呢，因为我现在是逻辑，我是真值，真值只取两个，所以这个输出呢
就是一个输出端，而且这个输出端呢就两种情况，就是这个灯亮或者这个灯不亮，当然也可以是一个铃响或者不响，反正两种情况，这个灯亮或者不亮。然后呢输入呢也是只有一个，因为我现在一元我只处理一个，一个呢比如说是有电或者是没有电，就两种情况，有电没有电，前面这个灯亮或者不亮。那么好，我们看这样的装置能有多少种花样。第一种装置，我给它一个电，我有电，它这个灯不亮，我把这个电断了，哎，它这个灯就亮了。那么这是什么？我们知道家里边没有这样的灯，但是公共场所都有这样的灯，叫应急灯。应急灯在正常供电的情况下它是不亮的，一旦断电这个灯立刻大放光明。那么这是一种装置，这个装置是什么呢？就相当于我们那个否定，真的变假的，假的变真的，那有电不亮，没有电就亮了。好，这是一种装置。第二种装置，给电它就亮了，不给电就不亮啊，这是我们家里边的正常的这个电灯，这是又是一种情况。第三种情况，给电这个灯是亮的，电断了这个灯还是亮的，这个很奇怪，当然也不奇怪，它里边有蓄电池啊。那么好，这又是一种情况，就是不管你给电不给电，这个灯都是亮的。那么当然第四种情况就是给电不给电，灯都是不亮的，这个灯是坏的。有没有第五种情况？没有了，不可能有第五种情况了啊，因为它的这个真值的组合只有这几种啊，因为你这个进去的只有电没电两种情况，它这个输出的是灯亮灯不亮，也是两种情况，你组合起来只有四种情况。所以说一元真值函数理论上只有四个，一个是否定，一个就是你什么也不写，就是 P 本身，一个呢是永远真，一个是永远假。永远真是 P 或者非 P 这个永远假呢是 P 并且非 P 啊。那么这个当然是我们用比较复杂的，简单的你就可以用一个命题连接词，那么一共就四个命题连接词，一个叫做就是普通的，一个叫做否定，一个叫肯定，一个叫否定，一个叫全真，一个叫全假，你可以用这四个。有没有第五种情况？不可能了，因为我们现在只考虑一个输入一个输出，输入只考虑两种情况，输出只考虑两种情况，所以不可能还有第五种情况。如果你找到第五种情况，找到第五个装置，一定它和我前面四个装置里面的某一个装置它的功能是一样的，你结构可以不一样，但是它的功能是一样的。从功能来说只有这个四种一元的。那么二元的要复杂一些了，就是它有两个输入有一个输出，那么就是说一个是两个都有电它是亮的，那一个有电一个没有电它是怎么样的啊？这个有电那个没电它是怎么样的，两个都没电是怎么样的，这是一种情况。然后第二种情况，第三种情况，那么一共能有多少种情况呢？我们来看，因为我们现在这个是比较乱的，这个是真假假假，这是真真真假啊。我们说还可以真真真真，还可以真真假假。假如你按照某一种规啊，按照某一种规律来安排，比如说第一种，那你也不用什么吸取、合取这个什么了，你用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你看一共有多少种？真真真真，真真真假，真真假真，真假真真，假真真真。哎，你反正用某一种，你比如说用一和零啊，你用进位也好、退位也好，你看一共有多少种组合？如果是两个的，那你从真真真真、真真真假、真真假真、退退退，最后退到假假假假，一共有多少种？大家不难想到多少种呢？如果是两个的话，应该是16种，就是这样的花样啊，有16种。那我们现在这个里边是一二三四五六六种，你还可以想出10种来，真真真真、假假假假、真真假假、假假真真，你还想得出10种，但是你想不出第11种了。第11种一定是和，因为我们已经有6种了，你再加上那个10种16种，你再想到第17种一定和这个前面16种中间的一种是完全相重合的啊。所以呢我们说存在多少个不同的真值函数呢？要看它的元数，一元的4个，二元的16个，三元的呢我处理3个东西，我处理3个东西，那当然这个写起来更复杂了。那么要多少个呢？
我们可以想到应该是256个。那么也就是说，存在多少个不同的 n 元的真值函数，或者说有多少个不同的 n 元命题连接词呢？它是由2的n 次方，也就是 n 等于 e， 那么它等于 4， n 等于2的话，2的4次方那就是16，如果是 n 等于 3， 那就是256、那么以此类推。所以我们就可以看到了，就是说真值函数呢，它是无穷无尽的，因为你这个那个 n 元，这个 n 它可以根据自然数来增加，自然数是无穷无尽的，所以真值函数的花样是无穷无尽的。但是当你的这个 n 确定以后，那么这个真值函数的数量是确定的。好，那么我们就知道了命题连接词有多少个，一元的有四个，二元的有16个，三元的有256个， n 元的有2的n 次方，那么多不同的真值函数。但是我们又知道，虽然理论上存在着那么多的命题连接词，但是有一些是可以不用的。比如我们刚才说，那这个二元的命题连接词，我们这里列了6个，你还可以列出10个来。我们已经知道这里边有些是不用的，是可以不用的。你这个也可以不用，你把它倒过来啊，你把这两个倒过来就变成这个，那么这个就可以不用。我们同样的道理，我们前面说过，这个不相容吸取可以不用，等值也可以不用，因为你用它们其他的东西经过有限次的组合就可以了。这我们打一个比方，什么呢？比如说自然数是无穷无尽的，那自然数有多少那数不完的，但是用来表达、用来表现、用来标记自然数的数码可以是有限的啊。自然数是无穷无尽的，那我们需不需要无穷无尽个符号来表达这无穷无尽个自然数呢？我们说是不需要的，我们日常只用10个就够了，12345678910就够了，因为你再多没关系啊，你超过9个了我10，你再超过我11，你看我可以用它们重复10进制啊。所以我们10进制的话，我们用10个数字就足够表达所有的这个自然数了啊。自然数是无穷无尽的，用来表达自然数的这个数码它是有限的。那么同样我们说这个真值函数它是无穷无尽的，但是我们用来表达它们可以不一定要那么多，可以用有限的若干个就可以了。那么这就是我们下边要讨论的，就是命题连接词的充足集。什么叫命题连接词充足？这个充足集呢，有的教科书上翻译成完全集啊，也可以的。命题连接词充足集是这样的，这个集合呢，它是若干个命题连接词的集合，就是这个集合里面的元素是什么？这个集合里面的元素是命题连接词。那么这些命题连接词怎么样呢？用这些个命题连接词，当然要加上命题变元 PEPR 啊 ，PQIST 要加上这些东西。用这些命题连接词和命题变元一起呢，经过有限次的重复和组合，就可以表示任意的真值函数。我们还是拿刚才那个比方来说，我们可以说表达自然数的数码的充足集。什么叫数码的充足集？就是你有若干个数码，用这些数码呢，它经过有限次的重复和组合，它可以用来表达所有的自然数。那么12345678910，或者说0123456789，这就是表达自然数的字码的充足集。因为我用0到9这9个字码，我足以经过，你要允许我重复，允许我组合，我用不同的方法重复和组合以后，我可以用来表达任何任意大的自然数。你自然数不管有多么大，我用这9个字码足够用了，那么所以就是个充足集。那么这里呢也是命题连接词啊，你这个真值函数虽然无穷无尽的2的n 次方，但是我用来表达它们的命题连接词呢，我只用有限个就可以了。
那么什么样的命题连接词的集合是充足集呢？首先我们说否定、合取、吸取是充足集。为什么？刚才我们说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，范式存在定理。范式存在定理怎么说的？你不管什么样的真值函数，你不管什么样的复合命题形式，我都可以用一个范式来代替它。而范式里边我们知道，范式根据范式的做法，它的命题连接词只有三种，否定、合取、吸取，其他没有的，蕴含、反蕴含、等值都没有，都不需要。否定、合取、吸取三个足以用来，当然加上 P1P2 加上括号，而且他们本身允许他们重复，允许他们各种方法组合，这可以用来表达所有的真值函数，所有的复合命题形式。所以否定、合取、吸取是命题连接词的充足集，这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结果。它告诉我们，命题连接词的花样虽然有那么多，但是三个足够了，否定、合取、吸取这三个就足够了。这个同时呢，也回答了就是我们说开关电路上的一个问题。我们知道与门、非门、或门，它们经过有限次的重复和组合，可以用来解决一切，就是二值范围之内，就是你灯亮或者不亮，灯开或者关，你不要有第三种情况，有第三种情况，那个情况复杂一些，那另外再讨论。我们讨论就是说灯亮和不亮，不管你有多少灯，不管你有多少个开关，你开关每一个开关就是开关两种情况，每一个灯就是亮不亮两种情况啊，亮和暗两种情况。那么用或门、与门、非门这三种足够了，是不是需要第四种？不需要，这三种足够解决一切这样的问题了。谁可以保证这三个一定可以了？我们说范式存在定理来保证。因为否定、合取、吸取它对应与门啊，它对应非门、与门、或门。那我你不管什么样的复合命题形式，不管什么样的啊这个真值函数，我用这三个够了。因此你同样的，你不管什么样的那一类的问题，你用或门、与门、非门这三个一定够了。所以呢，它也回答了应用上的一个问题。那我们说否定、合取、吸取啊，这三个是充足集，有没有其他的充足集？比如我们说零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是充足集，这个充足集能小一些吗？可以的。零一二三四五六七也可以的。八进制同样可以，不一定要十进制的，用八进制。八进制的话不要八和九，从零到七它也可以用来表示所有的自然数。我们说八进制还太麻烦，二进制，一和零只要两个，一和零我只有两个，它是不是表达自然数的充足集？是的。那不管你有多么大的自然数，用一和零来表达足够了啊。当然代价是这个式子要写的长啊。如果我们都用十进制的话，计算机里边用十进制，你要给它设置十种状态，比较麻烦，所以计算机里面用二进制。那么我们日常生活也用二进制行不行呢？用二进制理论上说也可以，但是我们会非常麻烦。我们每个人有一个身份证啊，你出去旅行的时候，那你要经常要填你这个身份证的号码。我们现在身份证是十进制的，如果我们的身份证用二进制，那你想想我们的身份证得多少位背，能不能背下来？我想大部分人就背不下他的身份证的号码了。我们现在十进制的身份证已经有很多人背不下来了，如果是二进制的身份证，恐怕绝大多数人都背不下来。所以我们日常生活还是要十进制啊。所以十进制二进制各有各的用处。那么同样的，我们说否定、合取、吸取三个它足以解决一切问题了，能不能让这个再小一点呢？我们说是可以的。我们看，如果 A 吸取 B， 我可以不用吸取，我可以用否定和合取啊，经过有限次的组合来代替它。
也就是说，比如说啊，我说你去或者他去，这句话意思是你们两个至少有一个人去，你去或者他去。我也可以不这么说，我也可以说你不去并且他也不去是不行的，不能你不去他也不去。你看这两句话是一样的，但是这句话我就可以不用那个或者，但是代价是长了。倒过来也是一样，何取也是这样的，你也可以不用何取的，你可以用并非非 A 或者非 B 来代替 A 何取 B。 同样还是刚才那个例子，你去并且他去，就是你们两个都得去，你们两个都得去等于什么呢？就是说你不去或者他不去是不行的，不要你不去或者他不去。意思就是说你们两个有一个人不去都不行，意思是你们两个都得去。你看跟这是一样的。当然我们说这个和这个是等值，我们从直观上可以知道是等值的，但是严格的怎么样，你做真值表，你这个下面做一个真值表，这个下面做一个真值表，你会发现这一列和这一列是一样的。真值表我们已经做的很多，我们在这里不再做了，作为复习大家可以自己去做，你可以证明这个和这个是等值的，这个和这个是等值的。那么好，既然否定何取吸取够用了，那么凡是出现吸取的地方，你用否定和何取来代替它，那么好，我否定和何取呢，我本身就是充足级。正如我们十进制里边的二三四五六七八九，我用零和一都可以表示，所以我零和一这两个它也是充足级。那所以呢，我们说否定和何取也是充足级，否定和吸取也是充足级，那么这个呢又少了一个了啊。吸取不要，何取不要，都可以，但是代价是会写得很长，比原来写得更长一些。那我们说这个还有没有这个其他的花样呢？就是啊，这个否定何取，否定吸取，我有没有其他的花样做它的真这个充足级呢？我们说有，我们来看 A 吸取 B。我可以写成非 A 蕴含 B，A 何取 B， 我可以写成并非 A 蕴含非 B， 这两个是等值的，我们可以用真值表来证明，这两个也是等值的，我们可以用真值表来验证，我们直观上也可以验证。你去或者他去什么意思啊？如果你不去那么他去，是不是一样的？当然你直观上就会觉得那我还得倒过来说，如果他不去那么你去，不需要。那这个我们日常语言里边有其他的色彩，所以你会觉得还需要倒过来说，其实不需要，仅仅从真值的角度来说，你只说一个方向够了，怎么见得你用真值表来验证，你会发现这两个是一样的。那么同样的，你去并且他也得去，你们两个都得去，那么就是说什么呢？你去而你去的话他不去那么是不行的，就是不要如果你去那么他就不去，那么这个等于说A 和 B 都得去。当然你直观上你会觉得好像不太一样啊，这是因为直观上我刚才说的你去他不去这个里边的而且啊不啊，这里面有其他色彩。那如果你完全纯粹的在真值的角度，这两个是一样的，何以见得真值表啊。所以我们看，既然你吸取可以用它们来表示，何取可以用它们来表示，因为你否定何取，你否定和吸取是充足级，否定和何取是充足级。那么我现在否定仍然用，我否定和蕴含，否定和蕴含可以代替你的何取，否定和蕴含可以代替你这个吸取，所以呢，否定和蕴含也是命题连接词的充足级啊。你看，没有何取吸取也是可以的，否定和蕴含两个也可以作为命题连接词的充足级。所以结论是我们看到，根据范式存在定理，否定何取吸取是命题连接词的充足级。根据我们刚才的那几个等式，否定何取也是充足级，否定吸取也是充足级，否定蕴含也是充足级。关于命题连接词充足级，我们先说到这里。